美国纽约州律师协会公布公布律师资格考试榜单，已经脱离日本皇室的贞子公主，她的新婚夫婿被日本媒体发现没有出现在合格的名单内。日美 NHK 指出，她已经亲口证实自己在纽约的律师资格考试落榜。贞子公主是在二十六号和小世登记结婚，脱离皇室成为小世贞子，未来将会飞到美国和小世共组家庭。 丈夫的律师工作将会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，没有想到却没有考上。但是她强调，明年二月会再次的挑战考试，会继续的努力。真子公主也表示，她会一直来支持丈夫。